这个游戏感觉是原神的画风穿越到了现在的台北，喜欢原神和奔跑三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。等这个艾登返还的信息啊，有一款新游戏出了，我就顺便一起测一下。这个游戏真的很像这个原神啊，连这个闪避时这个子弹时间都一模一样了。喜欢的小伙伴还是可以考虑玩一下的，但是我就不深入了，这个游戏我感觉还是等我艾登返还比较好。虽然有点对不起大家啊，这可能是我最短的一个评测啊。我们期待六个小时后艾登返还解锁直接玩啊，谢谢大家。就快点回店里吧。这样听起来